璧山大兴镇做牛皮鼓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0年前的清朝。因为王家这门做鼓的手艺代代相传，王氏牛皮鼓由此得名。上世纪70年代，王氏牛皮鼓传到了王安全三兄弟手中，整个西南甚至全国都有出自这里的鼓。我从10多岁开始学的，要学一辈子，看一辈子做一辈子鼓，一下子学。只有你没学会啊，你刀都磨不成。我都记得我才打了4、5把刀了嘛，是不是？专门是小牛去的。在平常把手腕些都推到那些，你看都还有僵巴的，还有点点的。你把手里学会了过后，他都不得找啊。没学会之前，都容易找。一张生牛皮开启一只鼓的制作，牛皮散发出的腥味儿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。重复又枯燥的削皮不能出一点差错，否则就可能毁掉整张牛皮。你是磨刀不刀位没磨快的话，你削不来，那都是费力的，是吧？像那个天削牛皮的话，都是汗水都把衣服都打湿了的，对吗？费力。像我们父亲教我的时候啊，他说的比较少，然后都是靠自己去琢磨。削牛皮难都是难在哪点？因为你手不稳，手不稳，削出来的厚薄都不匀净。我们那个牛皮啊，全靠手工削。因为到现在，我觉得牛皮一块削牛皮一块还是比较吃力。厚实的牛皮，只有在王安全的刀下，才会变得厚薄一致，达到做鼓的标准。市面上的牛皮鼓嘛，主要是它是削的皮子太薄了，像纸那个厚点儿，它是用手绷在上面都可以烤了。我们那个就是用肩打的，用肩骨头绷紧的噻。腰骨那些话，可能管得到20-30年，大骨到30多年到40年。西南地区反正基本上是我们做的大骨，我已经在我手头是做了有20-30个大骨了。小骨头不说了，小骨头那个都不知道好多个。一只好鼓，鼓身同样很重要，需要专门寻找上等的柏木来制作。那是80公分的料，主要看的目的是两头小，中间大，主要是开点稳，看那个料。开点不稳，你看见就是茄子拉它的，紧着推不来。假如说你要轻一米大的鼓，你必须得有好50公分的半径，好轻的它就有大噻。你如果是轻差了，它相对就大了一点。你说轻小了，你靠小了的话，轻的轻的又小了。轻板子那些，全靠是个人去掌握那个点技巧。大小不一的木条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，在王家人的手中拼接成一个又一个鼓身。安装一个大鼓，至少需要3个人。共同写作，所谓晨钟暮鼓，源于庙上钟鼓两大法器，早上敲钟，晚上鸣鼓。一只好鼓的声音要做到悠远昂扬，需要不断的敲击和挑试。我们那个鼓的质量、声音的好皮，哪个来分辨？主要的就是一个打的时候。它的浑厚的，比较像大鼓，我们还加点铜锣在里面。它打了过后，最后你不打了那个余音，它就属于铜音。所以我看我们那个鼓的做好了过后，你就用手轻轻的敲下，它都硬。所以说那个就叫响鼓不用重锤就能来的。王安忠是三兄弟中唯一没有继承制鼓手艺的人。但他的生活依旧没有离开祖辈传下的鼓。这些年走南闯北，他把鼓卖到北京、河南
还有西南地区数不清的寺庙。印象最深的是白温泉那个庙里面湿气相当重，那个和尚跟我说，他说我们那个庙上的鼓没得发的，落雨就打不干。我就跟他说一句，我说龙哥，我给你做一个鼓来，我保证天晴落雨一样你可以打得干。好像是做了一个一米二大的，应该有20年了，结果直到现在嘛，他们都用。其实哪里叫地理条件嘛，还是叫鼓质量。还有我们做那个大鼓的一个特点，就是那个腔子，我们没用一颗小钉儿，也没有用泥地浇，主要我们用的是传统工艺。我们那的地方喊的瓷竹，用那种竹子来做箍，把它箍到箍好的那个箍。如果你把那个箍一取了的话，整个腔子自然就散了。牛皮鼓使用的时间长达20-30年，几乎很难有回头客。而今时今日，传统的牛皮鼓还受到了时下快消品的冲击，价格便宜、轻巧便携的鼓成了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。因为国家有个政策，说的保护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为啥保护？那个东西叫啥子？磕到那点儿。有可能一年半年没得哪个找你来做一面鼓，那么如果你是以那个为生存的话，说的难听点，有可能连把钱都不给。所以包括我们下一代那些娃儿都不愿意来学那个，因为不能谋生。好，如果有的国家好的政策，比如搞文化呀、搞活动啊，可能呢有点生意，还有可能找到点钱。经过200多年的时光，王家人依然身负着世代传承古文化的重任，他们希望能靠着这门手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他们也坚信人们始终能发现手工牛皮鼓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准备还是要把它传下去，就是你再没有生意，你就要传承下去，他那个手艺是不可能失传的，你失传了好可惜了嘛。我还是愿意一直把它做下去，因为父母总有一天都会老，不管我们以后的生意是好是撇，哪怕是再好做不赢的好情况下的话，我们的质量都是一定都更能够保证。答应了那个鼓，就要跟他们人家还是要做好。鼓声有教化人心的力量，中国的古文化流传4000年，王氏牛皮鼓一路前行，鼓槌的每一次起落都是一次历史的洗礼、传递与传承。